所以他会给我一种很想保护或很想爱护或想当他的感觉。那手扎是真的。哎，等等，你我道歉。凭什么道歉？事实。道歉，不道歉，都道歉，操你妈，不道歉！我走三下，不道歉飞你腿，听见没？一，滚！二，我松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家舅舅没事啊？好扛。大爷别动，别怕，不疼。啊，你不说不疼吗？我说不疼就信了。你爱不怕自己一翻身压上去？别哭了。还是你爸，他再结多少次婚，再去疼，再也没人给我做那么难吃的饭了。你还想吃他做的饭啊？再也没人把我内裤当水池子里了。以后我给你做饭吃，我肯定做的比他还难吃。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啊，我们买一箱内裤，洗一次老一条。我保证。除了你爸，没有人能更疼你。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，读普通高中对我而言是段不可或缺的生活经历。行了，怎么？我让你上车。自己来。我们去医院看看，不会有事的。保证吗？我能保证啊，我是怕最有谱的，放心吧啊，我说你没事就没事，走。那你今天别和我接触，以防万一。好啊，走吧。疼吗？废话，你磕下试试。干嘛呢？我爸在外面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亲，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你混蛋，你看上头了吗？你混蛋，我还没看上混蛋。你懂了吗？你唱磕头了吗？肯定磕着，我听见的。你挡一挡，我想，我下面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痛疼吗？痛疼不吗？踢脚。喜欢你呢。